赶紧去看医生啦！有问题就紧拍电话1922。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。跟教师练，那快跟着我一起做。老师 ，music。台风快要来之前，先去清水沟，准备手电筒。门窗招牌固定好，阳台盆栽也修好，台风来时要小心，危险地区别墅才安全。随时关心台风动向，快心准备好，万事才 OK。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。最稀得的食用玩家粉丝团，看了吗？介绍美食哦？不是，是介绍食品药物知识。哪尼？食用玩家粉丝团及网站，专门破解食品药物网络谣言，提供正确的知识。那么厉害！面对食安，要对等关心，要检举食安，会有疑问可以拨服务专线1919。食安政府用，民众放心。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。三十点，请收听。透过通经社会大学。